屋顶有一片荒地，这位厝起啊杂杂，最多是片块无人去种的。这片空地下头有一个独立的字顶，名叫东归所。东归所顶又对对联写进了一条飞梁的历史。望尽山岭归结云，春秋诸道为英雄。当年当月当归所，崇德崇光崇福顶。这个是屋顶拆完之后，七万外平安人个骨灰下埋个顶，做你个发生日场拆完，听经声来拨。伊做个吊线是国家正框力量保障个顶，特别是到南面当个乱吊，北面不清个情况个。为了自保，各家兄弟一路家己武装家己，保证家己个性命袂受侵害。外界的势力占领国家的名义，是清朝也好，明朝也好，拢来强行控制，命正硬损来进行掠夺。欧丁古在洛天海四大灾难，命了断子，你能有在所呢？伊处水利交通也享有问题，爱去经营个陆路，特别是要过水路，爱去调走，袂开个新政府拢在伊个范围内。当时郑成功到南澳，就经常对吊山地区进行抢夺甲掠占领。至少我头先为阿可怜的时阵有配合，阿妈无通好个方式来通。最多只屋顶在郑成功唔单到这个无变抢的物件，放着伊从吉安甲潮州抢来个物件经过这个，经常遭受屋顶的反抢。一六五零年嘅八月，郑军围攻潮州府城失败，撤退嘅时阵就去乌顶寨发兵作战。伊手下有名大将，名叫勒莫多这个将士。当时乌顶寨嘅一个将叫唐公鸭，秀才出身，精通兵法，加上一个声坚固，鬼手难攻。听到南洋寨投降郑之后，整个天海几乎受郑氏控制。屋顶八寨子的主将是郑成功来硬当兵的后当子。一六五三年七月，郑成功假当爱去攻打吉安，向屋顶寨一路经过，准备当爱出马去攻屋顶寨。但军硬早有准备，郑军攻袂得落，郑成功就只出花去买汤生着罗光杖，后半生连怪啊怪。只个伊甲屋顶寨夹落来个手，主将当。如此生样过去了关呢，一个开机去阿郑成功甲你呾破财个机会来了。究竟是甚物机会？咱马即继续来播，请记得来听。